所以我们跟白已经调好了吗？无啦，即马看到，迄拢是你毛将爱做的。是。除了礼貌，立法院长游锡堃还释出超级善意，冒着党内部分立委反对的压力，表态支持民众党主张推行委员会改采单一招委制。游锡堃脸书发文，既然承担就应勇敢，既然负重就需忍辱，还贴出资料宣传单一招委制。觉得韩国瑜跟游锡堃谁比较有诚意吗？昨天你觉得他们带着诚意来谈判吗？会维持团进团出吗？民众党的官司卖到最后一刻，所谓团进团出出现独家解释，自推人选或是包含现在外界所猜测的各种的一个选项，比方说像什么分裂投票啊或什么的，但其实就是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都有被讨论，但是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个共识，然后最后再跟大家明天做报告。据了解，由于黄国昌公开表态不投蔡其昌，民众党只好把团进团出变形，现在蓝绿各自希望得到白银益助，却有尔虞我诈。如果韩国瑜院长落选，江启臣将一起退，国民党是否会把副院长的票灌给白银某人，譬如黄珊珊，逼白变小绿？而民众党又将如何选择？可能二月一号当天还得重新瞧过。合纵连横都是算票，民进党就讥讽，像韩国瑜和黄国昌过去吵翻，还能拥抱。韩国瑜跟黄国昌两个抱在一起，那一幕是千古传奇。黄国昌从头到尾就是在操作杠杆嘛，演戏要演得人家看不懂了，还是戏啊？你演的戏大家都看得懂，你还演什么？蓝绿想拉票，却又不想被摆布，民众党机关算尽，演到最后一刻。三立新闻周冠宇、黄国仁、罗佩宇台北宜兰采访报道。但为了